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。他说下列这些数对，哪一个满足这个联立不等式？换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四个数对哪个带进去，好不好？会满足这两个条件。听好，这两个都要满足。你看一下，所以说你这题怎么做？你就把 A、B、C 珠一个一个带进去看。把 x 用0代，我用0代，0加0减 100， 有大于0吗？没有，所以说 A 就错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把 x 用1代，我用1代， 100 加 2,102 减 100， 不大于 0？ 有。好，还要再带这个2加 100 再加 100， 有小于0吗？没有。再来 x 用2代，我用1代， 200 加2减 100， 不大于 0？ 有。S 用二代，我用一代，行不行？四加一百加一百，有没有小于零？没有，所以 A、B、C 都没有。再来 ，S 用二代，我用负二代，两百减四减一百，有没有大于零？有。二减两百加一百，有没有小于零？有。所以说都满足的是谁？猪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里只要带进去就好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把这边麻烦你把它看一下。